引导我们大家，为全国百姓同胞，万民万物众生，齐来齐舞。今天是正月初一，阳光普照，也象征着我们国家在新的这一年，由马英九总统的领导，全国各地方、各级政府同中央紧密的合作。 我们新的一年，希望是一个平安、健康、富庶，而且无灾无难。我刚才念这个齐安九府的这个书文，我内心非常感动。希望我们化全国所有的人心，我们发愿，让我们全国都是平安、健康、幸福。 富足，而且我也祈求两岸都能够永远确保和平稳定发展，让两岸三地全世界的人类都在和平稳定发展中，人人安康乐利，社会平安。在这里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乡亲父老，大家身体健康。 家庭幸福，平安顺心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